这件衣服怎么样呢？哇，怎么感觉好像长胖了呀？坤坤，坤坤，哎，姐姐，怎么了？哎，你感觉我是不是好像有点长胖了呀？哎，说什么呢，姐姐，你哪有变胖啊？你一直都很胖。哇，我长胖了好多呀！啊，减肥食谱啊，让我来看一下。哦，是鸡胸肉，螺蛳排骨。姐姐，你在干嘛呀？这个东西你可千万不能吃啊！啊，这还怎么减肥？你这样吃，我帮你吃吧。好吃好吃，我一定会减肥成功的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我有脸要变这么这么小。你又可不要跟你朋友去炫耀说，哦，姐姐好漂亮哦，姐姐好漂亮哦。说什么姐姐？这种大仙你千万不要有，不可能出现的事情。啊！我一定要减肥成功。为了减肥，我一定要努力运动。广播体操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嘿嘿哈，嗨呀，嘿呀嘿呀，啊跳舞。姐姐，要不要吃拉面啊？哎，没看我在运动吗？减肥呢，不吃。那一会儿闻到味儿的时候，你不要跟我抢拉面吃哦。加油！这个味道真香啊！香了，哎呀，这个味道简直！我跟你说，你方便面不能只这样吃，你的拉面啊要和那个汤一起喝，一边喝一口汤，吃一口面，感受一下那个感觉。哇，太棒了，味道姐姐。对呀，这个大冬天就是这个拉面汤。然后再搅一口面。好，要是这里面再加点菜，打个蛋就绝了。你这没有菜啊，没有蛋啊。哎，但是味道特别的美吧，姐姐。哎，你不是要减肥吗？去运动，姐姐。哎呀，坤坤，你给我吃一口就喝一口，我就喝口汤。哎，怎么可能？这里面多么油！你要减肥的，姐姐。不会胖的，一口汤而已。这些容易长胖的东西，让弟弟来分担，弟弟为你承担。一口，应该也不会长多胖吧？一口汤，一口就一口汤，就一小口哦。对。哎，哼，刚才让你吃你不吃啊？哎，一口到了，一口到了。Nope。减肥。哎呀，拉面呐，美味的拉面。姐姐，你要干嘛？姐姐，我也要吃拉面啊！哎，姐姐，你要减肥啊，姐姐。当当当当，亲爱的小风铃们，伶可家族有新成员啦！欢迎我们的小精灵闪亮登场。